大家好，我是 Rayman， 今天就直接回到 Executive Premium 的示范 Coffee Share 的拍片给大家看。现在就张近日朗对手机拍摄的 Dynamic Range 的最大 challenge， 我们可以试一下。而家試下交接翻佢個防守陣。今次 X2 Premium 就係第一部可以拍到 4K HDR 嘅片啦，再直接 local 用翻佢嘅 mon 可以睇到 4K HDR 嘅，咁就係史上第一部啦。最大特色咧就係而家大家見到石板嘅地方暗處咧係好光啦，同時間後面樓嘅光處部分都係冇過曝，甚至乎背景嘅藍天咧都係睇到，咁由最光嘅藍天向最暗嘅石板啦都係清晰嘅。同埋佢係 4K 解像度啦，咁如果大家而家用緊 Xset Premium 或者係 4K 嘅電視去睇 YouTube 嘅話咧，咁就可以睇到嘅效果啦。樓嘅細節都睇到啦，同時間藍天同白雲都睇到嘅，咁呢個真係好誇張。完。